你既然咁擔心之下咧，不如就睇多幾日先。譬如話啊，如果你今日都有啲馬來西亞嘅網友問我話我下我九月中嚟得唔得啊？咁九月中嚟得唔得？咁你下個禮拜先問我啦。你又未到九月中，咁話唔定下個禮拜有啲好轉機情況，可能好轉咗咧。咁於是乎，大家俾多啲時間呢個老朋友去慢慢康復啊。大家呢個 moment 重要嚟嘅時候咧，首先第一要注意嘅就係話，要跟進翻啲真正嘅媒體嘅新聞啦，譬如多啲上網啊，上一啲嘅online 網站啊，睇下有冇啲新嘅時間。哦，原來幾時幾呢個 moment 邊度發生咗啲咩事喎？咁呢樣嘢一定要知啦。第二就係話，盡量唔好喺一啲露天多人集結嘅地方。第三就係話。一定要有先卡起身，有啲咩可以互相呼救啊，各樣啊，咁樣得到第一手嘅消息。咁最緊要就係話嚟到就保持冷靜啦，兼且就係話，如果呢個 moment 真係要嚟嘅，盡量咧就喺啲商場啊、百貨公司之外，咁樣我硬係唔相信會一個導彈去炸我商場咯。咁呢個係可能發生嘅事。咁喺商場裏面咧，相對嚟講就會係較為安全少少。其實今次暫時係曼谷有事，咁如果真係咁嘅話咧，你其實可以轉去華欣啊、芭提雅或者清邁嗰啲地方，咁可以咧一來都幫到泰國旅遊業，二來咧你都可以安心。